我小姨子看上你了。没事儿吧他？他不仅看上你了，而且呢，对今天发生的事儿吧，心里特过意不去，说明天晚上一定请你吃个饭。吃饭我觉得就不必了。段西风，你前两天到我们单位溜溜忽悠我一天，是吧？我跟你这小姨子也见着了。见面的结果就是我很不高兴，我很不乐意，这就行了，面子也给你了，不用再见了，饭不吃了，心领了好吗？谢谢，心领了。不是，关键人孩子不是想表示一下感谢吗？你看你又产分又这个交罚款是吧？不用感激，我跟你说，西方，我这都是冲你，但凡不冲你，我也不这么干。吃饭不必了，心领了啊。关键是怎么回事啊？关键这事儿啊，让我大姨知道了，这事儿就大了。我大姨听说，哟，你的种种行为，哎呦，那个高兴啊，夸你啊，就说，哎呦，这果然这小伙子真不错，哎，做人地道，讲究。就告诉杨桃，说杨桃，我告诉你啊，明天晚上一定得请人家果然吃饭啊。你看，你再替我谢你大姨，就不用见了，就行了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放过我，放过。我替你答应了，不是谁让你替我答应的呀？你当时没在场啊！我大姨和桃子那热情似火，他们娘俩都有点像啊。我说这一定要请吃饭，怎么样？我也没辙了。我告诉你，你要在，你肯定也得答应。哎，我作陪行吗？我求你了，你再开导开导。我求你了，别磨叽了，我真不去，我忙着呢。哎，你就这么说，说我这朋友这哥们儿果然太忙了。对，你说我出国了，你说我去坦桑尼亚了，一年之后再回来，你原话带到吧，别再跟我说了。来来来，吃点吃点，喝点白的吧，就一会儿打车回，把车扔了。喝点金酒壶，金酒壶。别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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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呦，段一峰，你看着我，你敢威胁我是吧？你了解我脾气吧？威胁我，我这人最不怕的就是威胁，我就是不怕横的。就本来吧，我这心里还有点小犹豫，我说要不要再给我这哥们儿一个薄面呢？我屈尊再去一趟呢？他现在敢威胁我，威胁我的结果就是死我都不会去。你现在跪地磕二头，不至于了，绝对不去。还敢威胁我？再加二十个，不去了，不僵着，肯定不去，肯定不去了。不用求啊，不用求，真不去。大哥，大哥不行，叫大爷。求求你了，行吗？你算给我一面，你说我都答应了，你说你要是不去，我怎么办呢？求求你了，我肯定到，我作陪，成吗？那个西方，我跟你说啊，你这小姨子这脾气啊，这挺怪的，你知道吗？就这年纪啊，心里确实有点毛病了，真的。我可以再去，我可以跟他再见一面，我就全是为了你，说定了。但是你必须要在场，我肯定在，我发誓。我对这灯发誓，我肯定到，成吗？穿成那样，
哎，西方，喂，果然，你到了。啊，我到了，你在哪儿呢？哎呦，我跟你讲，我堵路上了。又跟我来这套是吧？哎，没跟你开玩笑啊，我真堵路上了，一动不动，堵得死死的。要不这么着吧，你们先点先吃行不行啊？我告诉你，段西风，我再跟你说一次啊，我这次之所以能来，是因为我真把你当成我哥们儿，真怕你跟我急眼，但是你现在又跟我来这套。我实话告诉你，真的，你别再跟我张罗你跟你那小姨子了，行不行？你累不累的？我都替你累得慌。哎呦，果然我不骗你，我真堵路上了。这次我绝对不会给你放鸽子，真的。不是你啊，你就慢慢堵着吧，你就在那堵一辈子，好吧？那先这么着，我是进了一电话，等会儿。哎妈，不是你又跟我爸怎么了？不是都和好了吗？不是，那您又说什么了？至于又把我爸又气得离家出走吗？啊，好，他气您，他气您。那个妈妈，我先不跟您多说了，我这手机马上没电了，好吧？我现在回去行吗？您别着急，我回去把我爸找回来，好吧？喂，那个西风，就是我现在手机马上没电啊，我家里忽然有点急事儿，我就不吃了啊，就这么着吧，好吧？哎。哎，喂，喂，喂喂，果然，对不起，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。哎，你到没有啊？我到了，你到哪儿了？我跟你讲啊，我这又堵路上了。又堵上了？哎，我跟你讲，桃子啊，我稍微晚一点啊，一会儿果然就到了。到了以后啊，你们见面啊，先聊会儿，你们先点先吃，好吗？好吧，那我知道了啊。嗯，拜拜。桃子，哎，你听我跟你说啊，是这么回事儿，这果然吧，他不是着急见你吗？这开着车心急火燎的，着急忙慌的，结果就出了车祸了。出车祸了，严不严重啊？嗨，现在人啊在交通队呢，我呢这不是着急忙慌也过去想看看到底怎么回事吗？啊，刚才果然啊给我来电话，就说呀，让我呢先跟你道个歉，先把这事儿呢解释一下。另外吧，特有诚意，说今天啊无论如何要跟你见一面，所以就用我的名字啊给你订了个 KTV。 啊，对啊，就是那个彭瑞 KTV， 你知道吗？彭瑞，哎，他，哎，桃子，这个姐夫给你出个主意啊，你看这么行不行啊？
你呀、啊，就是先打电话约俩朋友，先把这饭啊吃了。吃完饭以后呢，我们那边呢估计也处理差不多了。然后你先过去，如果我们办得快，我们就过去；要是慢呢，你们先在那儿呢先吃着，先聊着，先唱着，先玩着，你看行不行？行行行，你就别管我这儿了。那你给我赶快过去看看他吧，你也路上慢点啊，别太着急了。好，那待会儿见啊。好，哎，拜拜。喂，哎，彭瑞啊，我是段西风啊，那个你把我经常去的那个大包给我预留一下，待会儿我带朋友过去，好吧？好，就这样。轰轰烈烈不如平静，幸福没有那么容易，才会让人特别入迷。都喝成这样了，哎，行了，我说，哎，别唱了，啊，行了，所以最让人珍惜。你真能坐得住啊，果然啊，还乐呢，我告诉你，我到处找你。我说来，我给你看，你来看我一眼。行了，放下，我告诉你，我不跟七星联系上了，我真不知道你在这儿。这喝的那德行，我跟你讲，胆儿太大了，今儿叫一叫。来，不是你真敢放我小姨子鸽子啊？活该，谁让你不来的？段西风，上次咱俩怎么说的？你要是不来，你就给我有多远滚多远。你要是不想滚，来，这全是你的，我把这喝了。你就是我兄弟。我跟你讲啊，不是我不来，是我真堵路上了，我真赶上交通管制了，那堵的我前面看不见头，我后边瞅不见尾的，我不骗你，真的。西风，我去来着，我看上你小姨子了，说上衣穿一带花的那衣服，下面一裙子，没错吧？啊，就是后来，我妈给我打一电话，我爸。再次就离家出走了，我费半天劲，我真的，我吃奶的劲儿我都使出来了，我把我爸弄回来，我让我爸跟我妈和好。哥们儿，我们家这点事儿你都特明白，我烦透了，我烦坏了。你要是我兄弟，今天晚上你陪我和好了，咱们一醉方休。今儿不能喝，别！你呀、啊，有事儿心里别扭，我都理解啊。但是你得给我打个电话，你告诉我一声吧。我手机没电了，你看刚充上吧。反正我告诉你们啊，行，别喝，待会儿还一顿呢啊。我跟你讲啊，反正我是真去了，你是真走了，我给你将功补过的机会，你今天必须和杨桃见一面，怎么样？哎呦喂！不是我西风，累不累得慌？我把你小姨子那鸽子都放成那样了，不是他还要跟我见啊？我不能让他知道你放鸽子呢，所以我说你出车祸了。你怎么不说我出车祸撞死了吗？那一了百了，世界都清净了。不是，我不是也没辙吗？我也着急呀、啊！我看人孩子一人在那等着，完了你说来了又走了，人要知道了，人多伤心呢，你多没面啊！那怎么办呢？那我只能急中生智了。我说你出车祸了。哎呀，我跟你讲啊，这事儿我大姨也知道了。我给桃子打电话，我告诉桃子，桃子那边哇一下就哭了，你知道吗？至于吗？我。什么叫至于吗？真的，我骗你干嘛呀？他那边就问我，他说：“姐夫，我问问你，果然他人没事吧？”
我说涛子，你放心，他人没事儿，就是一小剐蹭。他说那个姐夫，他有什么事儿，你赶紧告诉我，我赶紧去啊。我说涛子，你别着急啊，果然去肯定没事儿啊，我在他身边呢。然后他说那这么着，姐夫，那我呀订一 KTV 包间儿，回头呢你把果然带来，我给请他喝酒唱歌，给你压惊。我至于还弄一 KTV 包间儿吗？哎呦喂，我。不是七星，见一面就跟我见一面，就我跟你那小姨子，这都掐成那样了，都就还这么死乞白赖，你说这不是花痴，这是什么？这个苍茫的天涯是我的爱，绵绵的青山脚下花正开，山摇的粉儿啊，家的梨啊，我都喝成这样了，你好意思带我去？你好意思带我去，我都不好意思去。甭管你好意思不好意思的，甭管怎么着，反正今儿你平着躺着，我背着你去都得去。你今天就算给我圆一场成吗？只要今天你帮我救了这场，明天你们爱干嘛干嘛去，你们愿意怎么地怎么地，你们愿意接触不接触跟我没有任何关系。从明儿起我再也不撮合你们了，我再也不着这急了。为了你们这点事儿，我不知道我着多大急了，你知道吗？我费了劲了，真是。不是西方，我真的，你别着急，你是我哥们儿，你是我兄弟，你要这么为难着急，我当兄弟也挺不落忍的。我去行吗？谢谢啊，真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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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。但是啊，就是西风，我真是得说你这小姨子了，这病情就严重了，不行就赶紧拉医院去吧。你说这怎么想，男人都想疯了。你告诉你，尽管放心，我去，我肯定让你小姨子就是高高兴兴开开心心的，我使出浑身解数，我让他放飞心灵，我让他放纵，我让他放松情感，行吗？成成成成成。七英，跟哥一块儿去。我一直都在留。对不住对不住对不住，晚了晚了，快快快，进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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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快来快来，来来来，我介绍介绍一下，这是我哥们果然，这是七星，这二位是桃子闺蜜骄阳妹妹。后来跟那个交通大队办点事儿，吃了点饭，然后喝顿大酒。要不是喝这顿大酒，估计我们现在都到不了。行，我来了，十分想见着你。你们坐去吧。来来，赶紧坐吧。走走走，哟，喝着呢，主要是吧？哎呀，好，喝的美着呢。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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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今天啊，你们二位啊，头一回踏踏实实的跟这坐下来啊，来来来来，咱喝一个，喝一个，喝一个，来来来来，都是朋友啊，都是朋友，都是朋友，哎，你来晚了，多喝点，来来喝喝，干了干了干了干，嗯，桃子也喝上了，没事喝，厉害，哎，还行。桃子，那边夸你呢，说呀，今儿见你穿这身特漂亮。哎呦，不是，那他怎么穿这样就来了呀？果然，那边夸你呢，说你今天这打扮特有气质，特爷们儿。我都喝成这样了，我还有气质呢？他怎么说你怎么听成吗？桃子，怎么样啊？这场面出了血了。我们仨一进来就说这什么情况啊，这么几个人订这么大房间多浪费啊。他这不给你撑场面吗？不是，你跟他说下回别这样了啊。喜欢，果然他要是心里有毛病，我也帮着你开这果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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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关心你了啊，喜欢你。我告诉你，好好的啊，你好好跟人说啊，一会儿啊。西风，你放心，哥们儿知道今天干嘛来了，我绝对完成好这任务，你放心吧。姐，我跟你说吧，
就我哥自打第一眼见到你以后，就天天天天想着你。他可在乎你了。刚跟我见一面就在乎我呀？反正我就这么跟你说吧，我就没见过桃子像今天那么高兴。你知道今天这车胎为什么爆了吗？我跟你说啊，不瞒你说，我哥平常开车技术、驾驶技术特别特别好，结果今天就为了见你啊，想你，他为了见你，然后就把这油门踹到油箱去了，然后嘎就往这开，啪刹出一小狗来，他往那边一打轮，啪搁在马路牙子上，啪四个轮胎全都爆了，对不对？哎，对对对。然后我哥关键时刻就抓着那个，这什么来着？把手，就那把手。然后我哥说：“我千万不能死。”我还没见着桃子呢，就死我也得见着桃子我再死，你知道吗，姐？我反正我哥就特别特别特别想你，我觉得特别爱你。可然，谢谢你。你的快乐就是我的责任，干杯。也不知道现在情况怎么样了。西风在这之前不是说来着吗？这俩人彼此心里还都惦记着对方，就晚上一见面再一聊天，估计差不多应该挺好。哎呀，果然看上咱桃子，这肯定是毫无疑问的。关键是桃子能不能看上他，这是个问题。嗯，哎呀，别想了，就看缘分吧。缘分有了，就什么都有了。嗯。浓情时刻相对，一生都不觉得累，这幸福出的美，一旦有机会得到，谁也不给。我会和你一生憔悴，再也不会孤单而死。这歌也特有感触吧，是不是你被男朋友抛弃过？我跟你说，我让我前女友给抛弃过，我都快结婚了，我都把结婚戒指买了，他说回家准备去，我就在傻等着。你这在什么？完了，人家都出国了，我还跟傻帽似的等着。我说没就没了，我一回家什么都没了，说没就没了。破歌，我当时我跟他好的时候就唱了这歌。他里面说送玫瑰花，他以前老送我玫瑰花，然后我一回家就玫瑰，结果我一回家人就走了。好了，我给你们哭啊。还真有戏，有戏，有戏。不知道我有难处，你都不知道我妈一人在家多可怜。我爸去世特别早，我妈天天就怕着我能嫁出去。我妈在邻居面前都抬不起头来。我跟你说，桃子，就是这个，你姐夫西风就把你情况都跟我说了，我不骗你，我打心眼里我特别就心疼你，就你也特别不容易，你太需要人关心以及呵护了。是，你都不知道我多渴望婚姻，我就特别希望有一个人，对的人在我身边。
就是我知道，就是你渴望婚姻是挺好的，就是但是我的意思就是你一定要正视你的年龄，就你已经32岁了，32岁再往下发展就40，40就成豆腐渣了，所以你即使怎么打扮，就你依然掩饰不了你的年龄，你知道吧？你看今天一晚上，就我从我一进屋我往这坐吧，你老就老朝我飞媚眼，你有什么可飞的呀？你现在这个阶段就是从科学上讲都特别危险，你再发展下去就成花痴了，你知道吧？花痴的结果就是无数男人都占你便宜。花痴是非常容易被那些心怀叵测的男人给。我跟你说什么？我跟你说，唐子，我跟你说，你不能再这么下去了。我实在是忍不住，我必须得跟你说点实话。我知道你看上我了，但是我没看上你。哎，我不是说，你让他把话给我说清楚。你别再这么发展下去了。就是花痴，我不是花痴，是我姐夫。你不是花痴，你老朝我抛着背啊！姐夫，我跟你说，桃子，我知道你渴望男人。我没有什么渴望男人，姐夫他怎么着？你别不好意思承认，他怎么着？我知道你心里挺渴望我的。我怎么看上你了？姑娘，你非死乞白赖请我吃饭，咱俩有什么可吃的？我跟你说，你是不是特想把我带回家？我看不上你，你说什么呀？你怎么这么可恨？你还想脱我衣服怎么着？你不能这么自甘堕落，不是说你这弄这么大个包了，你就为了泡我，你一晚上你两眼珠子老朝我放电，你别说了，不是你怎么泡我的？我跟你妹妹都这样了，我跟人说两句。爷爷，你让我说句话，我不是花痴，都我姐夫说你，我姐夫说，我姐。不是姐夫，你怎么说的呀？我是花痴行吗？他怎么说我是花痴了？花痴，你这是动情色诱。姐夫，我没冷水，骄阳给我全衣服，骄阳给我婴儿，起来！我说别老抱，起来！媳妇，起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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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起来了！别夹我腿！哎呦，哥，你总算醒了你！哎，你可折腾死我们俩了！不是你们俩怎么到我这儿来了？你昨晚不是喝大了吗？我们俩给你架回来的。我告诉你，你太能吐了，你吐的哪哪都是，这卫生间、厨房，一直收拾到4点多钟。多谢二位亲兄弟。哎，我赶紧，还有半个小时上班了。等，回来，坐下。坐下，妈呀！你知道我是谁吗？那不是废话吗？谁呀？段西风，你说你是谁呀？哦，你知道哈？你还记得昨天晚上你说了什么话，做了什么事儿吗？你好好想想。昨天晚上啊，
咱俩喝了酒来着，嗯，吃火锅对吧？完你来找我，然后我到 KTV 开导你小姨子，完七星咱们仨不就去了吗？对吧？去了，到那喝酒，喝酒，唱歌来着，唱歌，好像小姨子哭了吧？嗯，哭了是吧？嗯，哭了。他为什么哭啊？感动了。感动个屁！你把人说哭了，哥。我把人家说哭了，可不是吗？我说什么了？你告诉他，你告诉他昨天晚上说什么？你说你一进门，人家拿媚眼抛你，就勾引你。谁抛谁呀？不是，你说人杨桃抛媚眼勾引你啊，然后你就开始说人花痴。你说完人花痴以后，你就非得说人家把你带回家去，就泡你。哎，笑，你还有脸笑啊你啊？太丢人了！别笑了，哥，你这好意思吗？好意思笑呢？你还？不是那谁，就是西风，我要是真这么说了啊，我说了，那我果然就太不是东西了，我说王八蛋，真的，哥们儿实在对不住你，昨儿喝多了，哥们儿对不住你了，行吗？我现在还25分钟，我着急上班了，好吧？这么着，你给我回来，你坐，这我着急了，我什么话没说完呢？什么你着急上班？那个地方好好看看。我告诉你，果然啊，今天，啊，你必须找杨桃去，找小姨子去，跟人赔礼道歉。确实应该去找。人孩子长这么大，我就没见过人哭得那么伤心。谁弄的？都是你惹的。你见人桃子面，你好好的跟人说啊，对不起，请你原谅我。中午，我知道你们单位中午有俩小时午休，对不对？你必须去。你要不去，咱们俩立马绝交，立马翻脸。你自己看着办吧。不是那个西风，我知道我错了，我说那话我确实说的有点过分了，对吧？推过是推过，真的。那我给你小姨子道歉，这不太合适了，是不是？我跟你说呀，我昨天的我那是喝多了，喝大了，酒话，醉话，那能相信吗？对不对？我跟你说，你小姨子没准也喝多了，第二天早上醒了也不见得能想起来，这事就过去了。不，我真着急。什么就过去了？什么叫酒话呀？俩性质，你知道吗？酒话你能胡说八道？女孩，你对呀，酒话你就喷喷啊？这事儿谁惹的？是不是你惹的？承不承认？是不是你惹的？这事儿你得去做去，甭废话啊！还是那句话，你今天必须跟杨桃道歉去。你要不去，咱俩立马掀桌翻脸，绝交！你自己看着办吧。不是，嘿，我跟你说，你还别威胁我。我跟你说，哥，去。就是出于人道也得去，得去。我去，我王八蛋，我不是东西，我那什么，我死无葬身之地，行吗？我去。小姐你好。哎，你好。请问咱们这个养生讲堂在几楼？啊，这样您从这边左转12楼第一会室就是。好的，谢谢。不客气。经理，有位先生找您啊。哎，谢谢啊。这个，杨桃，你好。昨晚上那个喝大了，完你姐夫也住我这儿了。就我昨晚上那个说的什么话，我早上醒过来我才知道，所以我今天我来跟你解释一下。解释什么呀？没什么好解释的。我跟你说，我时间很宝贵的，我没有功夫耽误在你身上。我就一句话，你说，我不是花痴，我压根我就没看上你。非常好，但愿你说的这不是气话。杨桃，我首先向你表示最诚挚的道歉。我觉得我昨天说那些话就是太伤人了，太过分了。尤其是你向我表示出如此的好感之后。我还这样说，我觉得我太伤害一个女人了。其实吧，我昨天晚上去呢，就是是你姐夫嘱咐我，让我对你进行开导。你
看哈，我怎么着也比你大，跟你姐夫又是同学，也算是你一个哥哥。其实杨桃主要就是你，毕竟是三十多岁的人了，你这个恋爱、爱情是吧，应该成熟起来，看待男人的这个心态。不是那个，我觉得你这个吧，一句两句说不完，这大堂说话不太方便，出去说吧。哎，不是，哎，我说完了。在这说吧。那个杨桃，我再次跟你说明，我昨天晚上真是喝多了，喝大了，说的那些话都是酒话、醉话，但是这些话伤害到你，我衷心的希望你千万千万别往心里去，我向你表示道歉，我衷心的希望你能够接受我的道歉。哎，那个，咱俩还是保持距离比较好。可以。你就站着说行吗？可以。刚在大堂那个也乱哄哄的，我也没听清你说什么，我那心态呀，什么什么，你帮我分析什么的，你能再说一遍吗？我还是没听明白。就是那行，杨桃。嗯。那我就再说白一点。哎，好吧。好，好，好。我认为，你在看待男人的这个问题，实在就是有点太着急了。其实这个天底下有很多好男人。实在是犯不上在我这样的一棵树上把自个儿吊死，对吧？我呢也衷心的希望，就是你在面对未来的要见到的那些男人的时候，要时时刻刻的保持一份女性的清醒，要清醒。你现在清醒点了吧？我也再跟你说一次，我不是花痴，我压根我就没看你。那个西风在不在？哦，他加班，他没在家。就西风介绍那个民政局那果什么，怎么回事啊？怎么没下文了呢？我给那个桃子打了一天电话，他都没听。而且西风怎么也好像躲躲闪闪的呀？到底怎么个情况啊？哦，那个大爷，他们这事儿啊是这样。就是西风在上班之前也跟我说了一嘴，就是呢，桃子跟果然呢后来又去 KTV 聊了，咱们家桃子呢还是没看上那果然。哎呀，还没看上。那西风不是说果然那孩子特好吗？哎呀，桃子也是条条件件的，气死我了。这不能赖咱们家桃子啊。那个媳妇跟我说来着，是果然有问题，果然变了，果然跟原来不一样了。怎么说变就变，怎么那么快呢？他不一直把这个什么果然都吹到天上去了吗？哦，那你就别管了。反正呢，就是既然咱们家桃子看不上这个果然呢，咱就算了，咱再给桃子找。反正咱家桃子条件这么好，您说是吧？哪用说嘛，关键这个不是知根知底儿吗？你说现在找个知根知底多难呢。行吧，看上拉倒，再物色更好的吧。行，你也早点休息啊。啊，好的，你也早点休息，再见。哎呦，这事儿啊
就这样了。这果然和桃子，我看一点戏也没有了。你像我使多大劲呢、啊？我都快把吃奶的劲使出来了。我想撮合他们俩，就是没成。就这二位啊，绝对是天生的一对冤家。我告诉你，我在其中，这事儿一过去，我都像我过了一劫似的，你知道吗？逃过一劫，真的太难了，好吗？